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我们打什么玩呢？永恩呢？有点意思啊。还好我带了魔抗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晚上几点开始？晚上8点开始。敌军，我先在塔下上个厕所，别让他捅着我。全军出击！兄弟们，一会儿俺们5点下播，行不行？然后吃个饭，晚上8点准备应战。一级学的啥？这永恩一级其实是弟弟，我跟你们说，不厉害。一 A 再 A， 我玩永恩以前跟人上路拼啊，很弱，短了，死了。永恩上路其实比较弱，有点脆，这英雄你知道吗？并且他没有逃生技能，他打中单还行，中单都是小脆皮儿。哎呀，难受！好了，回家了。来个皮孩，哎，我多少钱？690，那不行。690的话，就只能皮孩了。哎呀呀呀，螳螂！哎呀，螳螂！这螳螂居然不带那个回血，死肯定是死不了。这波别让他升三啊，我们先升三就能压死他。拜拜，套我点盐。哎呀哈，这一个嘴巴子有点疼啊。来，帮螳螂杀一波蜘蛛。好，这波别让那个野怪打我们啊！这个线儿我们得回去守，这线儿不吃直接崩盘。三级的话，我感觉这波打上来可能有点悬呢。不行，这打不死，别让他旋风刮上来啊！我们有点盐，并且6分钟我们会有一个小饼干，没事，不要害怕啊！这波
尽量避免被小兵打，这波我要杀他。好快的刀啊，耗我的血，来吧，你走吧，我就这么点血就杀他。今天你不要老来掺一脚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敢这么敢在这儿待着，很明显的左边草丛里面有蜘蛛，知道吧？100%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哟，这蜘蛛没有。哟，这人怎么能蜘蛛没在旁边呢？吓我一跳。那就说明这人有点傻，他不是傻的，那他就是旁边有人，只有这两种情况。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人他有点装，啊，他想秀。我也不知道你说你没有位移的技能的英雄秀什么，这有什么好秀的，你要有个突进你秀一秀倒还行。走回家给大家出一个我的鞭。带刺儿的鞭。闪电鞭。鞭一鞭。来放扣，呀，我以为他剧终了呢。这波能杀，一刀就死。我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抠没抠出来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失误了，要不然能杀得更快一点。第一个 R 抠没抠出来，小失误了，蓝莲汉。不能有这种失误啊，这种失误是坚决不能有的。这哪能是一个即将要单杀飞客的人的操作呢，对不对？这不能说是单杀飞客，这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没自信，嗯，不能说是单杀他我们就满足了，这我是不能满足的。今天晚上我要赢，哼，我要赢，明白没？回家。我要单杀他们一整支队伍的人，仅仅一个飞客已经满足不了我了。仅仅那么一个小小的飞客已经满足不了我了。狗头人说得好，他就如同那黄沙之中的沙粒一般。
干啥呢？你还能不回来了？我这，我看看，我看你往哪跑。如果这个铁刺鞭要能给加点吸血的话就好了，我跟你说。小伙子，你以为我没有蓝是不是？今天给你个机会，我站在这里你能不能单杀得了我？给你个机会，你只是碰了一下我的皮，来打一架算了。既然你这种机会你都不抓住的话就算了，兄弟，行不行？你如果这你都不杀我，我就回家了。我觉得这人已经丧失斗志了，没什么意义了。已经今天不下棋吗？今天就不下棋了吧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，兄弟，今天棋就咱就不下了，好吧。给个男 buff 来，兄弟。哎呦我操，这么好吗？拜拜。那你还能不回来吗？飞尸吧。哎，为什么假猴不转了呢？我这是咳血战斧。这蜘蛛出的啥呀？海克斯发电机，那没事。那没有事儿啊。人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要杀我。和血战斧。哎，拜拜。还追呀？啊，还追呗，还追。追来追。追就愣追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咱俩肯定是没完。你等我，我先去吃狗屎。我勾引一波，哎，我勾引一波。我先打个跳蛋，别着急啊，咱先吃狗屎。这小子一瞅就是有杀心呢，吃两口啊，吃两口。来吧，回头一看，我血满了，傻了吧？刚才还是不是不应该追我？刚才还把 E 给交了。还休息来了。哎，你还追我，我都没追你去呢。我可惜啊，战斧。
说实话，这可血战斧要是能加点吸血，就非常厉害了。但是可血战斧不加吸血，光加就是主动效果的吸血，其实不太厉害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我可血战斧吸地了。哎呀，可恶！真是可恶！偷袭是吧？加了那不变态了？你看这个星石，它就加全能吸血。我宁可这个东西啊，这个150%的基础生命值回复咱不要，把它改成一点点吸血，就全能吸血，咱也不用10%，不用10%这么多，就5%都行，5%就够了。但这样的话，那可能就没有人出星矢了，都出可血战斧，确实是有点强了。我问个问题，我买了个瑟芬尼的这个皮肤，然后呢，我还没有去做任务，那我这个任务如果2年以后我再想做，还能做了不？能是吧？能就行。永久的就行，别到时候不让做了，咱们的皮肤少了。我没空啊，关键是，我都没有空玩。现在可以买破空枪骑的皮肤，我有啊，买呗。不过那个皮肤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，卡 bug 了。下个版本应该能修复。这种小 bug 它是不会这个版本就给你修的。回家了。现在我们是17.5%的全能吸血。为什么会有17.5啊？17.5。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个人啊，他前期出了6把多兰，那么他就会拥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、8、48点攻击力，外加。全能吸血能有15%，就相当于是一个九头蛇了，感觉也挺厉害哈。全能吸血，一天天尽打低分段虐菜，打个小破钻石的都不行。那我不是寻思你们的段位也没有特别的高吗？我打那特别高的，你那节奏适应不了，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
他是钻石军人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玩的时候指不定还没有他厉害，这是因为你看我看他玩了。这游戏当局者迷，明白没？这都是事后诸葛亮的，你看着，因为你看着，你在这一坐啥也不用干，你什么也不用想，你就一看分析一波就行了。但是如果你自己玩的话，那你就需要干很多的事情，要想很多的问题。